你知道芭提雅树边的美女是干嘛的吗？这些就是黑珍珠，这些椰子树下的美女。对，他们是在教课。看到啊，这边多。哦，他们一棵树就是一个人就站在那儿，别人不能买，不能来哦，不能站那个地方哦。好的。地方我已经选好了，你记得。哦，这个漂亮。漂亮的也有。它漂亮的也是好来吗？也差不多啦，因为他们那个偷来呀、大概这边啊，500也去了。500。对。哈来。哈来，潘能。潘能。他首先呢，他看到老外啊，他就开口这个价钱啊，2000，老外就还价，还价了。OK。啊，是这样的、他们这些呢，不接泰国人，不要泰国人，要老外的。阿来，因为如果他说他要泰国人的话，那他的这个生意就不好做了啊。 Nice 抖音。